此次2017首届国际青少年无人机大赛的正式比赛于2017年8月5号在多伦多大学体育场冰球馆精彩上演。来自中加的青少年选手在比赛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水平，驾驶无人机完成指定动作，评委根据表现进行了评分。在颁奖仪式上，嘉宾为获得优胜奖和一二三等奖的各位选手颁奖，鼓励他们更加深入地学习和了解无人机技术，在未来取得更加长足的进步。所以在此呢，我们也对组织单位呢表示这个感谢，同时呢，这次活动呢得到了万锦市政府的非常重视和大力支持。万锦市市长呢作为整个组委会的荣誉主席，那么他昨天呢参加了我们的亲自到会，参加了我们的那个开幕仪式，并且呢亲自按动这个按钮，启动仪式的按钮，让两架无人机呢腾空而起。本次无人机比赛呢分两个阶段，那么我们今天上午进的第一个阶段是这个速度赛和障碍赛，那么孩子们呢这个非常的热情非常高，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啊，我们共有十个队来参加比赛。那么下午呢是任务赛，也就是孩子们需要通过这个一定的方法去用无人机去抓取这个对象物，然后把它放到指定的地点。那么这个地方呢非常有创造性，每个人都要想不同的方法，比方有的用钩子啊，有的用那个铲子铲啊，反正总之这个大家呢个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吧，创造力。那么从比赛情况来看呢也取得非常好的成果。那么我们这次比赛呢是第一次这个青少年国际无人机比赛，主要是来自中国和加拿大的学生。那么在这当中呢，我们觉得这个比赛的意义最大的在于我们培养了学生的这种创造力啊，这个团队的这个协同精神。同时呢我们随着科技的发展吧，科技教育和科技素质的培养啊，特别是创造力的培养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无人机大赛呢能够更多的普及科技教育，普及无人机的知识，同时呢培养学生这种创造性。My name is Jonathan, and I'm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We're really happy to win this championship. It really means a lot to us. It was really a lot of preparation and work went into this competition. We went through a lot of different drones. We went through a lot of different designs for the hooks. We went through a lot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spent a lot of hours practicing. It was really a lot of hard work,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all paid off. We had a spectacular performance, and we were really glad how both of the rounds worked. 大家好，我叫 Janet. So first and foremost, I'd like to thank both.All of our teammates, so Jonathan as well as Race, and we did a lot of preparation for this. So, like he said before, we went through a lot of drones and a lot of like planning, and we also did multiple practice sessions, so one every week, hosted by a volunteer. So I thank them as well. My name is Race, and I'm excited about that I win the competition. Very powerful, so it can carry 290 grams.Around, so it's quicker. 那么这个比赛的话呢是首届，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在于青少年的一种科技教育，实际上是通过无人机的比赛让学生呢了解无人机的一些基本原理，以及让学生亲手制作组装完成一架无人机，然后用自己完成的这架无人机呢去进行一次角逐。那么通过钻环绕圈以及提物完成任务来分出一个胜负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从这个制作亲自动手以及到完成比赛整个全过程也就检验了孩子一些这个动手的能力，同时呢也给他们了一个很大的空间，让他们什么呢去动手，同时要动脑，要怎么改装怎么改进啊。所以的话呢这项活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项活动。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记者报道。